您让我省点心行吗？能不能让我安心的去做手术啊？快点睡觉。我，好，高院长。阿姨不严重吗？啊，幸好不严重，醒了就没事了。对，哎，没事没事，都在医院了就没事，我陪着你。妈，你醒了。嗯。妈，还哪不舒服啊？儿子，哎呀妈！儿子，儿子，马上，儿子，马上，马上调离，申请调离雁西医院，马上，妈，马上，妈，这事儿不着急，您先平复一下您的情绪。不行，妈妈等不了了，赶快详细情况，以后妈妈再跟你细说。走走，现在就去办申请。妈，这事儿我大概知道了。你知道了？谁告诉高建岭？我一猜就是他。我跟你说，这高建岭啊，阴谋诡计呀！他处心积虑的接近你，来跟我抢儿子。阿姨，您说清楚。请别插嘴，妈妈没关系啊。妈妈刚才就是一时气糊涂了，那翻晕倒了，没事，现在没事了。走了，咱们去申请。咱们去。妈，这个心脏移植中心刚刚开始筹建，您知道，这一直是我的理想。我。怎么回事你？你怎么这么多理由啊？哦，高建岭是大院长，我是平头百姓，你不要你妈了是吧？是不是？徐清风，你要是还留在这个医院，你就在践踏你妈妈的自尊。嗯，好，你不走，我走，我就是死在外边，也不在他的医院里治病，我走。妈，哎。哎，阿姨，你还有手术呢，我去。阿姨，哎，院里这事儿你听说了吗？太劲爆了，心外科都炸锅了。现在估计全上下没有不知道的，谁能想到高院长和徐医生居然是亲父子？徐医生他妈在医院闹的晕过去了，怪不得他们科室重点培养徐清风呢。移植中心那么大项目就交给他了，拼爹呗。防贼呢？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对门一点动静都没有，人还没回来呗？那大夫早出晚归不是很正常的吗？哦，哎，你怎么突然关心起对门来了？说，是不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情况？什么情况？那对门关心一下怎么了？那哎，吃你芒果干吧。那你给我解释一下你这晚上这坐立不安的行为好不好？哪有什么坐立不安的行为啊，吃你的芒果干啊，我睡觉。你那个看完关电视啊。走什么呀你？睡觉。气我。你还好吗？哎呀，不行，这么问太明显了。你还在医院加班吗？啊，这样也不行吧？现在到底什么情况？
您怎么还把门锁上了？妈，您回来以后没有不舒服吧？有什么话咱俩能出来说吗？你别管我，你找高家脸去吧。您还没吃东西吧？我给您做点吃的。饭做好了啊，我做的蛋炒饭和紫菜蛋花汤，你什么时候饿了就出来吃。那我先休息了。妈，您是一晚上没睡啊？嗯。您都什么年纪了，这身体能熬得住吗？赶紧就睡觉。妈，别说一宿，暂时阶段就是一个星期，你老妈不吃不喝不睡，照样没问题。妈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你急诊来个病人，我得赶紧做手术。您让我省点心行吗？能不能让我安心的去做手术啊？快点睡觉。你离不开叶希燕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有你老妈我在，高建岭别想靠近你半步。哎呦！哎呀，你看看你这哈气连天的，眼圈黑的像个大熊猫，一晚上没睡好觉。不是自个儿家，就是住不惯。哎呀，浑身不对劲儿，这床他睡着也不舒服。哼，哎呦喂，我回头吃完饭就补个回笼觉。我也没睡好，这一晚上啊就惦记着雨晴。你说为了振雷结婚，把他给轰出去，我这心里不是滋味。他翅膀那么硬，你替他担心什么呀？